可以看到这张图，我们在这几年呢，在台湾出口的前三名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第一名应该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，土凤梨、土杨桃、土芭拉，其实都是外来种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台湾香蕉占日本进口的比例呢，在2013的时候还有0.75%。